谢谢。国内疫情尚未趋缓，市场是民生物资采买的重要处所。新北市莺歌区长施明慧与辖区员警、公所同仁一早前往建国路周边市场进行防疫宣导，透过大声公提醒采买的民众务必配合防疫措施，才能有效降低传染的风险。三级警戒现在延长到7月12号，这段期间仍然邀请我们辖区的居民保持低度活动，外出购物请一次买足。买好就走，不要逗留。然后外出购物的时候，一定要保持社交安全距离，保护自己的健康，也就是保护家人的健康。不论超市或传统市场，各自都有常去购买民生物资的民众。莺歌区公所面对防疫不松懈，现场宣导并附送请民众牢记一次买足、买好就走、不要逗留的防疫重要原则。保持社交安全距离，一次买足、买好就走、不要逗留。新北陆力防疫，疫苗覆盖率是最好的解药。市府表示，168处列管市场及夜市将依自治会照册分梯接种疫苗至15号。经济部核定分配2万剂，呼吁在市场工作的摊商务必准时前往施打。记者曾静佳、莺歌报道。